做什么？殿下好看。油腔滑调。殿下，你觉得我是怎样一个人？什么叫你是怎样一个人？算了，殿下许是累了。你非得让我夸你啊？没有啊。你学什么都快。记得你第一次给我描眉的时候，弄得七扭八歪的，可是不到一个月你连妆都不用化。还有第一次给我挽发，扯得我头皮疼，可是后来呢，就没有你不会的发髻。我对你好一分，你就有十倍的感动和欣喜。说认真的，无论是一个丈夫，还是一个朋友，或者是一个家人，如果都像我这样，什么都看得淡，什么都放得下，这是少了一些滋味。总之呢，你就是很好，这是你自己没有意识的。现在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哎呦，背疼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干嘛？你背疼你？啊，疼疼疼！别动，别动！我不想放手。什么不想再放手？过去每一刻坦然的将你喜怒忧愁细心的琢磨向我心里长出脉。你想一直抱着我？以为摘的心在手是只一世深秋，若非与你同繁华也是寂寞依旧。没事，我知道你今天心里肯定不舒服，你想抱就抱吧，没事。那个，我先睡了，明天早朝你们家里人肯定得参我。哎，来来来来。抱着，你干什么？这样暖和。不是，你最近怎么老爱抱我？感情好啊，咱俩都睡同一张床了，你还跟我计较这些？再说了，自己冷成什么样自己不知道吗？何必要受这个罪呢？那你上一次呢？上一次是我难过冒犯了公主，但也是你答应的，不是吗？你都说了咱俩是闺中密友，你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吧？谁对你有想法？错了错了，你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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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